要开始啊 ，Hello， 我是菲菲，今天咱们来欣赏一下国风当下的弹弓夜宴。有谁数我愚昧？你爱谁？尽头了几道伤？我锁着眉。这里的句子看500遍都嫌少。请问这是守护我的侍卫吗？哇，好帅好不好？我感觉，哎，恋爱了。私はいつまで戦い続けるのだろう。この血塗られた戦場の渦の中。这一定是从千里迢迢来到咱们东土大唐的舞姬了，而且还是那种会摇的。我终于明白皇帝为什么那么喜欢异域风情的番外了。哇，真的这美人。原来他不是简简单单的舞蹈，他是真真实实的要舞打你。这一看应该就是那种喜欢迷惑皇上的美人了。哎，皇后哪里容得下你呢？怎么样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美？是不是发现真的好好看？哎，说实话，中国的文化真的只有中国人才明白。明天视频还有一天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